们，这些都是你编出来的吧？那当然啦，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独当曼，我想去坐料理车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想去做挖掘机，可以。还有我想去做宇宙飞船，可以，都可以。我想去做潜水艇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你们去吧，想坐哪一辆都可以。那我想都坐一遍，可以吗？淘淘们，你又想来捣乱吗？不不，没关系，就让淘淘们和我们一起玩吧。独当曼，还是你好，我玩去了。淘淘曼，你把工具车都玩坏了。这有什么？我给你们拼好不就行了？等着，我找人去。任务：恢复工具车。牛皮吹大了，这么多车，我得拼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没关系，淘淘曼，我可以来帮你。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小朋友来帮忙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可不能淘气了哟。没问题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独当曼系列玩具包含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工具车类型的同时，还带有能激发孩子想象力的潜水艇和宇宙飞船，用玩具与动画 IP 相结合的形式，让孩子感受理解这些工具车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用途，真正做到学以致用。同时，玩具本身质量过硬，多重安全检测，让家长更加放心。哈哈，太好了，恢复原样了，我淘淘们谢谢你们喽。淘淘们这次表现得很好嘛，不过我已经完成了所有任务，要返回彩虹星球了。啊，你要离开我们了吗？是的，我要回到我自己的星球啦。不过我还会回来的，到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玩。那等你回来了，就又可以变成料理车，给我们做好吃的啦。还有宇宙飞船，我们可以再去太空探险了。还有潜水艇，大家一起去海底世界。哈哈，没问题。朋友们，下次再见，我也会想你们的。朋友们，再见啦！再见，独当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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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独当曼系列还有更多好玩的玩具，想了解更多关于独当曼的信息，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！